你在煮饭了？哇哇，水瓶呢？你知道煮多少米吗？让俺笑笑啦！哎呀，我放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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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它。可以的，让他们多锻炼锻炼，锻炼锻炼可以。减脂。今天我看到他捡了一车。捡啥？啊。在那个工棚里，他有一车库。他说能卖几十块钱啊？卖六十块钱，你讲呀？卖点钱。身体还算可以吧。身体哎，你家这个大门啊，你看看没有？这个方向好像是斜的啊。它也是从那边，你从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哦，看一下。是这个样子的。完了，过来亲戚啊，哎呀，孙女婆，哎他好差，哎他妈，哎呀，哎他杨西。爸爸，这里有800块钱。八百块钱。啊，你数一下吧。谢谢啊。你数一下。这都是一些爱心人士啊，通过微信啊，通过赞赏，给小孩子他们。买点什么吃的，买点什么衣服啊？是的。啊？我感觉是老不舒服了。是啊，谢谢阿贤啊。要非常的感谢这些阿贤啊，对你们家的一家的关照，又非常的感谢。感谢感谢。嗯。阿贤。嗯。希望好好照顾这些小孩吧。啊，是的。可是那个叫婚礼呀，那个啊，婚礼那个，啊，跟我那个好些，这里啊，俺现在关系关正跟那好些，可是你呀，好啊啊。这个看到你家的这个情况，确实是比较。没办法，我那那是没办法，我那是忙的实在不用事。嗯。你我老公子工作嘛，这个几年红块钱就没钱了。嗯。就是说在那个亲戚，他就是在顾家。嗯。啊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是这？我呢，出去不理，我想往前往这个灯啊，还有这个说啊，没办法，出去不理。出去不了。又大声呐。哦。他我个人他不管人，他是管往这个几天，往这个几天当中就。嗯。啊，这个人，那我毕竟我就往这个大厅弄的个，也得六七万几块钱了了啊。嗯。出去不了。哎，这你个声呐，这里个的，哎呀，好，这怎么啦？那是的，嗯，你的就是在家里好好帮他们带好就行了，要他们好好努力读书。嗯，是的，啊，我大的时候过来又他转头去了，又他那里又他去了。穷人家的孩子少回家，我相信这句话，一定有出息的他们，啊。那俩要出息啊，要不然你他过来要出息叫他们，要出息来家，那俩不会让感谢你啊。他不要感谢我。那我就走了。好，别个吃饭不了。我不在这里吃饭，我好菜呀。我还有事情去，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忙，啊，不然早就把这个钱送过来了啊。那是嘞，就是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关照俺啊。啊，谢谢这些阿先生。阿先生，好了，那小孩呢？跟他说一下。医生，走了啊。回来，来了。我走了啊。好好读书啊，好，好，走了啊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好好好好。
拜，医生。好好好好。小李子这件工作比较繁忙啊，因为还有事情去，要去别人家有一点事情办点事，所以呢不在这里吃午饭了。爸爸，哎呀，是挺客气的，留我在这里吃午饭。他饭也准备煮好了，哎，终于，哎，把这个爱心款送到汤夫家里了，送到他们手上了，我也放心了。暂时圆满的画上一个句号，在这里呢，非常的感谢各位爱心人士，你们的爱心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好了，汤叔可能应该在路上来了，等下应该会碰到他，等下跟他打下招呼。刚才汤叔还在这里啊，汤叔。你还在这里啊？我走了，我回家了。吃中饭我就不在这里吃了，我还要有办点事情去。现在去医院了。啊，不在这里吃了。不在这里了。啊，那就谢谢你。谢什么？就是也感谢的话，就是感谢这些爱心人士。啊，感谢你。啊，他一次又一次的对你家里的关照啊。啊，没事，你把钱了，爱心把钱给。啊，对，你也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是、啊。好了，你就先回去吧。啊，辛苦了。啊。啊，我这个我又不能帮忙。这个我不要帮忙。啊。哥，我不要帮忙。我回家家里，我不要帮忙。啊。老板可以待在这里搞。哦。安全还是要注意啊，不要太堆高了。我还老板都愿意来。哎呀，你小孩子不不不听，我不叫不起的，我就抬起他了。对对对，安全还是要注意的。我是，俺随意的。老板是修个大的小铺，老板就不起。对，我就抬起。嗯。抬起要你嘞，不能抬起。你那几个不要。他有惯性的。嗯。有惯性的。是啊。你这里裤子坏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嗯，我就坏了。坏掉了。要你坏的。啊，我上次看到你那个裤子也坏掉了。我的，这蹦开就蹦了。嗯，好了，前面来车了，你先走吧啊。啊，好，走了啊。好。啊。各位朋友们，再次看到了汤叔这个无助的背影。今年67岁，因为上门女婿47岁就走完了人生，留下4个孩子，留下4个未成年，现在全靠这位67岁的老人靠减肥维持他们的生活。一个女儿呢，出门工作3年，到现在没有寄一分钱，确实确实不容易。聊的是挺挺大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只能默默的祝福汤叔身体健康，他们几个小孩茁壮成长，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。好了，兄弟朋友们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